关圣帝君，也就是伫咱台湾大家所尊称的文殊公。伊不但是咱心目中英明神武、刚毅行仁的武神关公，而且是一位真正慈悲、法力无边的伟大神明。但是啊，关公原来有假哦！尚志哥，你是铁头，我们已经就位了，设计良好，保持高度警戒。这两个家伙的火力不小，等我的命令再一起攻击。了解。什么马叫声？你在想什么？关老爷的神像，给啦！我看有警察啦！中枪了！你告诉我你到底哪里中枪？你先不要动，来，你告诉我你到底哪里中枪？别动！我也不知道，奇怪了，不感觉痛。他打中了这一尊关老爷的神像，哎，是这个关老爷挡了我的子弹。怎么样，你真的没事？我没事。尚志哥，关老爷他从沙滩里面跳出来，他救了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关老爷从地底下冒出来，不是从天上飞下来？对呀、啊，我看到他本人从沙滩里面砰。尚志哥，你记不记得我问你有没有听到马叫声？那一定是赤兔马，我和他对望了好久。哎，我看到关老爷，我真的看到关老爷了。尚志哥他那副样子好像不相信我。哎，我真的看到关老爷了嘛？谢谢你们那么相信我。
头他真的准备把在外面捡的神像供奉在会议室里面，不怕二队三队抗议吗？会议室是各队公用的。不会啦，他们听说啊，是这尊神像救了铁头哥一命，每个人都举双手赞成，有福同享，普度众生，大家一起拜嘛。可是台湾习俗里面不是说不能够随便在外面捡神像回来供奉的吗？怕会有那个你说那个什么邪灵。再邪的灵也不敢上关老爷的身啊。哎，两位，关老爷的神像请好了，进来拜一拜吧。五百我拨笔哦。上次跟拜一拜嘛，关老爷救了我们铁头哥一命，谢谢他也是应该的啊。谢谢。恳请关老爷保护我们这些警察。关老爷，我细汉常听我妈妈讲，关公爷大刀，杀死一挂小弟哥，所以呢，请关老爷保庇，保庇好人吃百里，歹人拢走袂离。警察一个一个在讲破大案，贼仔一个一个被抓去关仔生臭头泡。啊，搁有啦，保庇阮警察福利较好诶。上次哥较早升官诶，铁头哥较早娶水某。啊，那我家己呢，考试哦，无大概拢平等，上我嘛爱乙等。头兄打搅了，请问你在干什么呢？查资料，你不是有重新过滤315专案的线索？那需要摆这种姿势吗？哦，我在学习关老爷夜读春秋的架势，看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敢问成效如何？越来越有感觉了。来，让一让。这些全部都是待清查的资料，你给我全部用这种姿势阅读一遍，再把所有的灵感写成报告给我。哎，嫂子哥，嫂子哥，我昨天晚上梦到很奇怪的东西。喂喂，我真的梦到我会飞哦，我一个人在天空飞来飞去的。飞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哦，好像是那个看守所的牢房。哎，那里面关着一个犯人，一直跪在地上对我拜，哎，一直拜一直拜。真的吗？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好不好？好像我在吹牛一样。喂，我这个梦是不代表我快挂了。铁头哟，看守所里面有个死刑犯，他指名要找刑事局的铁头警官。要见我？局里面还有第二个铁头吗？赶快过来把事情问清楚。这个犯人这两天就要执行了，他说这是他死前最后一个心愿。
如果这个死刑犯就是我昨天晚上梦到的，喂，我一定改行去当铁头大师。卖差，我一定要跟那人见面啦，别个人我绝对不跟他见面的啦。为什么指定要见我？现在我来了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骗笑的，你讲你是那个铁头勇士哦？我看哦，是恁内面的管理员哦。嫌我讲这个要死的人哦，伤啰嗦啦，才来骗我对无？信不信随你，不过我没有必要证明我就是绰号铁头的警官。昨天晚上我有在梦里面看到你，你一直磕头，一直拜，在拜什么？哈，对了，你真正有神哦，那个铁头勇士对了。但是是安尼啦，昨个关圣帝君哦，甲我讲一定要找你来。啊，将所有的代志哦，讲予你了解了。为什么？我以前哦，是利用关圣帝君的形象哦，做真侪歹代志，而且佫，你迄毒品哦，佫装喺关圣帝君形象内面，外口走私入来卖啦。我知影做哦，对神明哦，是真大不敬。迄关圣帝君哦，有答应要原谅我，而且哦，还要饶恕我的死罪。所以下令哦，叫我一定要找你来，将所有的代志拢讲予你了解。为什么啊？关圣帝君讲的啊，讲即摆有人哦，要搁用动咱一步，啊，将迄毒品哦，藏咧关圣帝君时常的巴肚内面，放入来卖，啊，伊叫我提醒你，恁赶紧联系人啊。情况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铁头哥，那边有间关帝庙，哎，关老爷会不会突然跑出来给你什么指示，协助我们调查案子啊？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好不好？在执勤的时候要我讲这个，上次哥知道又会飙人了。我是关心你嘛，怎么样？最近还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？是你要我说的哦，奇怪的才多嘞。这两天啊，我天天梦到关老爷，我替他扛刀牵马，还替他捋胡子。另外，我打电话回南部问我妈，你猜怎么样？她说生我的时候啊，我全身上下红红黑黑的，哭的声音比打雷还大。她还说啊，生我的前一天晚上，梦到一条红龙，钻到她的肚子里面。她说我不是关公投胎转世下凡啊，就是替她扛大刀的周仓啊。喂。你们在听我讲话，文英。你讲个像梦噶，半个鬼搁要纳税。是你要我讲的嘛？文英，我临时有点急事，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监控好不好？拜托啦，我有急事马上要办。拜托拜托拜托。到底是什么事嘛？我肯定说了你也不会相信了。
怪了，关老爷干嘛带我来海边呢？真好真好，恁两个吼，把这关圣帝君保护了真好。再个，阮代志拢办好啊，啊，你答应阮的迄个，对啊对啊对啊。真家伙，再个真家啊！知影，阮伫船顶吼，惊到要死啦！啊，我到即马双脚搁咧起起喘。哈哈哈！哈，哪有啥物人惊啦？啊，我着惊警察啦，惊这三仙啦。啊，听人咧讲吼，这关老爷脾气真歹呢。啊，阮伫个巴肚内插这种物件，敢会迄啰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恐怖。你惊啥物啦？来来来来，我报恁看。小小，你看卖哦，这个关公的这喙手下骹只。我拢甲做一个记号滴，这表示讲吼，这是假，这只不过是有色彩的这个差眼尔，但是有啥人听？搁再讲，这也无开讲过。知无啊？你伫这边凉洗凉洗，啊，走是阮伫咧走的，船嘛是拢是阮的船。嗯，互你抱关老爷抱两公，你试看卖。好啦，卖去倒啰嗦啦。老大逐摆叫恁做代志，倒一摆无互恁代志啊？啊，无是情侣要创啥？好了，爱情线啊？哼，唉，今麦的社会吼，不是讲有穿袂大尾啦。啊，若是讲恁两个吼，哼，还阁早嘞啦，还阁菜刀在创啥？回收收嘞啦，我在车顶啦。我来跟你讲，你是无听。哎，阿多，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啊，现在我们去跟老大说个再见吧。啊，仔哥，当老大这么久了啊，那钱也赚了很多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去休息一下，现在是我们小弟出头的日子了。是啊。
脑袋怎么会有条子啊？哇，很香哦！叫你先端给爸吃，你看看你，饿死鬼的样子多难看啊！爹，你煮的宵夜比爸好吃多了。以后你就不要让他煮了嘛，我还在发育耶。再啰嗦的话，下次就自己煮。来，赶快乖端给爸。我是在称赞你的手艺啊。刑警，我正在追查两个枪击要犯，请问刚刚有没有陌生人来过？没有啊。小心一点，这两个身上都有枪，要注意安全。那你们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啊。谢谢你。小弟啊，阿弟哦，可能有两个毒贩走对咱家来，恁头前后边窗仔门拢去看看也好。先打下去，我是老孙做的。啊，刚好遐是就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安尼好好好，你先派两组人哦去巡逻一下，我俩要过去。怎么了，倒霉啊！我们回来跳指甲了。我怎么知道？我们回来跳指甲，我们走吗？走，快走！
要跑，不要跑！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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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直到此刻，我正在想念着你。那些患得何不都已想念的你，我阿东啊，我觉得你昨天晚上不应该对那个老头子开枪哎。我们警察都很团结的。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哎，不是你懂什么啊？这叫做不鸣则已啊，一鸣惊人啊。哎，冠强啊，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两个小弟露脸的时候啊！看到，看到，啊！可惜啊，这是掉了一尊在那个老条子家里，那批货价值大概有1000多万呢。应该想个办法再去把它弄回来，好。你还要去那老条子的家？哎，他们家现在到处都是警察，哎，很危险的。哎，你这个怎么搞的？我们可以等风声过了之后我们再去啊，反正关公又不会长脚跑掉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来嘛，来嘛，你过来嘛。关强，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跟人家屁股后面跟了多少年了？别人要我们喊打，我们就喊打。别人喊杀，我们就喊杀，这样下去，我们只有两条路，一个就是蹲苦窑嘛，那另外一个就是送去火葬。可是现在不一样嘞，我们现在是台面上的大人物了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钱啊，去找小弟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用柴哥的关系再去买毒品，就让别的小弟呢从大陆这样子抱佛像回来，让他们去冒险。让他们去晕船，我们在后面这样数钞票，多过瘾！啊！你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把他埋了吗？你不觉得抱着很引人注意吗？不行啦，还没有人敢埋关老爷。我在埋木头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谁住我要留下来。哎，不埋，你在他面前杀过人，要是关老爷找你算账，他妈一刀劈死你。不不，我要留下来。这怎么这么执着啊你？刘巡佐现在没有找到，会不是那两个人拿走？他们开枪互射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赶到。叫弟兄们在地坛室搜索一遍，那个绰号叫柴哥的死者是个毒贩，朝贩毒圈的恩怨去侦查。你爸爸是个勇敢的警察，我们很难过，也很佩服他。现在家里只剩下你跟你弟弟，你要节哀。好好的照顾弟弟。
英勇好警察的儿子要学习坚强起来。听说你想考警校当警察，如果有任何我可以帮上忙的地方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不要你走，你要离开我。爹送你，妈，我是跟你问你来这边创啥？不明。吴冬至啊，连我名字都不知道，你还做我妈妈？啊，你跟我冻得，我是你的老母。哇，可怜啊，孤单老人无人插啊，生一个后生哦，三两个月才进来看我一转啦，我家己破病啊，这边死哦，都无你插我。啊，实在歹命，幸好先别痛什么黑。哎妈，我是在问你说你跑来这个庙里干什么？做这些事情你就无聊哎。哎，我下冤啦，我破病到这边死的，是三仙关老爷显灵来救我，我应该替关老爷做代志的啊。三个关老爷，我破病倒在眠床的时阵，是两仙关老爷显灵化身。去通知阿曲姨啊来厝的，才想办法叫救护车，把恁母啊送去病院。啊，若无哦，恁母啊这阵啊已经死伫眠床的哦，你饲好心啊啦。啊，第三仙关老爷，伫我破病发烧的时阵，伊咧安慰我，讲我无代志，一定会好，我毋才慢慢好起来。等我病好起来了。我唔知伫个文殊公庙头前下完，我要用十年的性命，甲出单了做义工。我要替台湾台地文殊公做一寡善事，想法替阮这不孝囝哦，下一寡罪啦。你自细汉就唔好好读书啦，啊头路也唔好好食，规工啊都伫个外口干，是冤家相拍，甚至讲夜倒胎人。啊，你是倒一摆反悔过？哈！我嫁恁老爸哦，嫁这老我都咧歹命，过三年就过身，啊留到你这不孝子来给我饲，给我咧拖。人讲狗都要转来保护主人，啊你咧，实在是真了然啊！三个关老爷救你，阿妈，你无甲我骗啊？哎、欸，啊，这款代志敢会用操蛋哟？你吼、哦，应该爱好好去感谢台湾台地关老爷啦。阮主公甲你斗三工的呢，若无哦，你已经是一个无老爸的囡仔，差一仔嫌老母都无，你知无？来，
你家己来甲关老爷感谢，我过去啦。你家己来甲关老爷认错，讲你从今以后莫去做歹囝，要改过自新做好囝。只要你肯改过，关老爷会赦免你。行。钱拿到了，买四号的那些老大都很爽快，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哦，2000万呢！哎，阿东，阿东，阿东啊，你怎么啦？你在发呆啊？啊，这些钱怎么处理啊？你拿走一半嘛。哎，阿东啊。在想那些警察会不会知道这是我们干的、啊？其实想一想，应该也不会了哦。柴哥他有讲过嘛，我们是他暗中训练的人哎，应该不会有人知道啊。哎，嗯，你抱走的那尊关公神像呢？在我住的地方啊。你有没有在拜？有啊。哎，这关公让我们赚到这些钱哎，我当然继续拜了。抱回来给我。你干嘛？你不是说那神像只是一块木头而已吗？哎呀，不一样的啦！你记不记得我们用那三尊关公神像运毒的时候，我妈刚好生了重病，就那关公神像显灵把我妈给救了。你说这怎么回事？这表示真的有关老爷，关老爷显灵了。你看，我们做了这么对不起他的事情。他反而以德报怨，救了我妈妈。那冠强，你知道我跟我妈的感情吗？啊，所以我现在决定，我要做关老爷的弟子，继承他的精神，在这个社会上帮助弱小，铲奸除恶。冠强，你也加入吧。我们是侠义的化身。冰水还是喝汽水、啊、我还有果汁哎。不喝了，我刚补完习，我妈妈还在家里等我。哦。妈会骂、哎啊、你很像很怕你妈哦，一定是你妈哦。她，哎，你等一下，走。他们跟你说好的是多少钱呢、啊？6000啊。我可不做什么奇奇怪怪的特别服务哦。不用不用。我有很多钱啊，你收下来啊，不要客气。谢谢。哎，看不出来你是这么有钱的人哎。反正啊，我告诉你，我钱多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哎。哎，喏，你看这整个袋子里面都是钱哎。
神像放在卧室里啊？是啊。这很奇怪耶，因为关老爷那么正派，你让他看着我们办事，他一定会很生气的。这个你就不懂了，这个关老爷不一样哎，他的度量很大，那是保佑我赚大钱的哎。哦。咱今天进去拍他。三三二六四空，我都看不清楚。真叫你老实呢，我看成凶人的啦。三三二六四空。未来这乱七八糟，不要看。卖啥啦？卖啥？三三啦。对，还够二六，四空。哎，你卖几敢甲知影枪牌名好无？像你安尼哦，我去外口应付五个查甫人，都无敢让你动手一摆，实在够歹的。像你遐好脚好手的一个人，要这样讨谈，几敢甲知影白掉？总有一天哦，咱两个叫幺幺死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今早我今仔下暗是拄到什么人客啊？伊迄人哦，是写作普通啊，袂当搁再普通的啦。伊哦，住喺厝哦，是比低调搁较歹呢。伊讲话型哦，我看是搁中无毕业。唉，啊，不过吼，伊是足好个呢。迄面床卡拖出来，皮手拍开哦，内底全部是钱呢。伊讲哦，伊是拜关公发大财。伊出手哦，偌大方的呢，一家给我10万块的。唉，难怪伊得叫我去对伊啦。你若阁继续咧懒懒落去哦，我就真正对人走。你讲，规批收拢是钱哦？嗯，你看我听着真欢喜，干啥？钱也毋是你的啦。莫安尼，啊，到底是偌侪钱？哇，上少嘛一千万吧。哎，啥别人做会当遐好个啊？哎，我甲你讲，你唔通入去。啊钱哦，是有四支脚的。遐个钱哦，囥伊个眠床脚，还伊放互臭放互烂，实在真可惜。咱家伙遐个钱，卡生出来，互伊安尼投奔自由啊！遐个钱应该是咱的。枪是你藏起来的，你为什么不还给警察他们？他们一直以为枪是坏人带走，你这个样子会影响他们办案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把枪是爸留给我的，他要我替他报仇。报仇？你找得到那些坏人？你打得过他们吗？你要让姐姐办坏我爸的丧事，又要来替你收尸？枪给我！难道你就不想替爸报仇啊？你就这样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关圣帝君，也就是伫咱台湾大家所尊称的文主公，伊不但是咱心目中英明神武、刚毅行仁的武神关公，
而且是一位真正慈悲、法律无边的伟大神明。但是啊，关公原来有假哦！难道你都不想替爸报仇啊？你就这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那爸不是白死了吗？啊？什么叫白死？你有个家人在做警察，就要随时准备会有这么一天，哭，哭有什么用？谁有功夫理你？谁会同情你？从小爸就最疼你，连这一阵子我每天都梦到他，他一定不希望我们这么悲伤过日子，那怎么办？想念亲人不是说不想就可以不想。你怎么会来啊？怎么不欢迎我啊？不不，那进来里面坐。有水。谢谢。坐吧。哦。那个，你怎么会想来啊？我刚刚补完英文，所以想来看看你啊。来看我？可是我不能像上次那样给你那么多钱哎，要是被我朋友知道的话，他会骂我是潘娜。其实人跟人相处不一定要看在钱的份上嘛，人家是想你，所以想来看你啊。真的啊？Bad boy, bad boy！ 啊，你再让我太无奈。快去洗澡，快！你是谁啊？哎，你们现在在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开！快！啊！我干嘛？关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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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关强，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关强，你说，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对不起，我弟弟一时糊涂，请你们原谅他。他不会有事吧？枪弹都还在就好，不会有事的。谢谢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们想要搬家。这个家，这种气氛，还能住下去吗？到台北，我可以找工作赚钱，供我弟念大学。吉安，我们先走。这尊关公神像怎么会在爸爸死后出现在我们家？到底是谁的？会不会是凶手留下来的？真的谢谢你，感谢你保庇我发大财，就算以后我出国，我一样会带着你供奉你的。谢谢。到底是在创啥？创啥？鬼暗找无你，你是走去倒位？我哪有去倒位啦？等咱随便出去啊！我唔爱甲兄弟大家小饮酒、小相识一下。你即摆是安怎？一支嘴世界去黑白讲，你即摆是惊全世界拢唔知咱即摆做好嘢哟？但我哪有死过你黑白讲啊？我哪有同人讲啥？来，来，咱斟一下，好，斟啥啦？你知咱即摆大概抬一个人尔哟？我有心人家喝酒，要斟去找死人啊！是还是我比别人可认真，我比别人可特别，为啥又为啥又不认真？哪里？那也不对。
先坐在这边休息一下，马上会还你一个公道。跪下。夜审罪犯，夜审开始。弟子吴东志向您宣读这个小 BK 的罪状。现在宣读你的罪状，你听好了。你谋杀害命，你持刀抢劫陈冠强的钱财，还要置他于死地，你是不仁。你拿了钱之后，连自己的女人都杀，这个女的对你有多好，她连抢劫都陪你去，你罔顾糟糠之心，这是不义，不义。奉关老爷的旨意，我要替天行道，仗天地之正气和关老爷的忠肝义胆的精神，我要处决你这个王八蛋！哎，大哥，我求求你不要杀我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还有这位大哥，还有求你原谅我，求求你了，大哥。哎，东哥，你不要杀他，你不要杀他。是啊，大哥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大哥。请示一下，我来请示一下关老爷，是不是可以饶你不死？关老爷，有什么指示？是，好。错了，啊！兄弟，啊！你被人欺负，现在总算对你有个交代。我们走了，啊！快，走！文强，你来。关强。我们要学关公当年桃园三结义的精神，我和你结拜为兄弟，我学关公的侠义精神，你学刘备的仁慈与智慧，我们两将一文一武，一定可以在道上混出一点名堂的。只要我们敢拼，我相信关老爷一定会保佑我们，我们将来一定会有出头的一天，对不对？关老爷在上，我吴东志，他陈冠强，结为兄弟，义结金兰，天地为证。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关老爷为证。
老小姐，实在讲吼，恁家己啊两个吼，你捡着俗去啦。啊，若无即阵啊八千块，要等台北市内，要倒摕有厝通做，对无？啊，你看这环境遐好着。我来讲实在啦，我是许个不好主意着，才想讲要租着厝卡来倒看啦。来，关姐啦，你来看卖咧，环境我甲伊摒清气淡淡，等下物件放咧吼，啊就会大呀。好，你看卖。吴妈妈啊，多谢你啦，免客气啦。啊，阿添啊，来客厅饮茶。少年呀，你来拜关帝君哦！啊，真好真好，我日时吼，就伫个温州公司做义工啦。啊，你做一个主卡公啊，拜关帝君，哇，实在真好真有缘。来，啊，这两千块退还你，算讲我做你六千就好啦，大家拢有缘啦，吼。谢谢。妈，嗯，你哪睏这边嘛？啊，安那，你想着要倒转来啊？啊，食饭未？早起你爱食菜头汤，我来捧啊。别，我食个啊。嗯，我有物件要给你。哦，什么物件？你看，那这是我新开的银行户头，这是存折跟印章，里面是留给你用的。什么？100万？对啊。哎，我你去做啥歹代志，这样想的吼？没有啦，我是做生意赚的嘛，这是留给你的生活费。你白天去庙里忙，晚上你就好好休息嘛。假如你生病的话，你可以拿这些钱去看医生嘛。我不爱滴，我不爱滴，这款来路不明的钱，我不爱滴。你莫安尼啦，我这无闲的，我无时间甲你照顾。我免你照顾啦，我有官爹爷公照顾我啦。而且即摆我无欠钱用。我甲康建所出去，每个月收厝税钱，有够用啊啦！你收厝税？是啊，以后我唔免你的钱啊，我有法度通自立自强啦。你哪安尼啦？无你做啥人啊？我甲你介绍熟识，来。哎，你是？这两个姐弟啊吼，看起足老实的，足好斗阵的呢。尤其迄细汉小弟啊，佫拜关帝君哦，佮我足有缘的。咱唔打一招呼，万以后像咱两公司倒转来，人倒转来偷火，他唔惊着。袂啦。老小姐，吴妈妈，歹势哦，还袂困吼，我甲你介绍，这阮后生叫做吴东子，你叫伊阿东就好啦。吴先生你好。你好。啊，坐伫内面迄个就是尹小弟啦。你好。